欢迎收看《大咖秀才》，我是维杰，我是当完兵的文奴，我是淮安。对，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大马路旁边吗？不知道。不是，这个是台塑生意第一个经营的文创园区，叫做昆仲公园。然后听说这里很适合情侣，然后也适合家庭旅游，所以 Let's go。哎，要逛什么？听说很多吃吃喝喝的，所以我们就边走边看吧。那接你几个哦。OK。哎、欸，这栋蛮漂亮的。哎、欸，真的，这栋是什么、啊？办公室吧？你猜，你知道是办公室还是什么？要不我们进去看看。Hello， 你们好。哎、欸，欢迎海神篮球队的三位帅哥。你好，你好。哎、欸，我们今天来到的这边叫做台塑王室昆仲公园。台塑你们知道吧？台塑就是我们台湾第一大民营大企业。对对对，然后王室昆仲就是王永庆、王永在兄弟，昆仲就是兄弟的意思。然后我们这个园区就是纪念他们两个兄弟的。然后我们现在看的这个都是王永庆他自己的衣服、他的睡衣、他的拖鞋，就是因为以前呢、啊，我们这边是他的工厂。然后像以前50、60年代那时候还没有高铁，他们来这边处理公务的时候，他就没有车子可以回台北了，他就会在这边休息。那个是阿嬷花园，我们那时候一个阿嬷在这边种菜的那个。意象这样子，帮你们介绍一下哦。以前我们啊，你看那整片空地都是我们的工厂，然后这是哦，对，这个工厂是这么大的，只是说现在那边已经还给那个市府了。然后以前我们的警卫室就在这里，以前我们员工上班都从这里进来，要经过警卫室才能进到工厂里面来上班。然后这边有个钟呢，就是古时候没有那种电子钟，所以早上上班8点上班，警卫就会这样子。就表示上班了，8点上班了。哎，那就是不能再记得，再记得就算迟到了。看有没有要敲看看，敲敲一下。哎呀，敲一下。幸运钟哦，好，3下是上班。敲个下班的吧。啊，你要敲个下班的、啊。敲个下班是几下？下班也是3下。啊，中间敲个下班是要上班，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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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喽。干嘛、啊？我右撇子啊，对不对？上班了。怎么这么难？好烂哦！怎么那么难？好烂哦！换你们来，换你们来。哪会啊？你要抓到那个诀窍，要拉到绳子的上面。好，大家，现在我们进来的这个地方叫做我们的文创特展空间。然后我们这边主要就是展览这个高雄厂的老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哦。你看这个照片，这个东西就是外面那个东西，这些人都是在这边拍照的，有没有那种前世今生的感觉？对，很酷。然后这个也是你们刚看到的那个喷水池，总统府秘书长，那个是他们那个年代1961年。看这个是我们创办人的人形立牌，很多我们的欧巴桑太太很喜欢跟他照相哦，可以给他勾肩搭背，跟他一起拍照。这个总统你们不知道还认不认识？李登辉总统。太老了，看过他，但他没看过。对对对，啊，这个是美国总统老布希。哦，美国总统那时候有来？不是来，他们去那边。嘿嘿嘿。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可以体验的东西，那个复古的电话机，你们现在可能很少看到这种电话机的。然后你们可以试着打哦。以前就4个号码？不是，它是这个是设定过的，它这个都是一些以前它可能在电视上的访问的影音档，然后我们把它就是弄到里面去。有没有听到王永庆在跟你讲话，叫你要好好打球，对不对？听听，真的有，真的有。它这个每个代码都有它不同的，明天再去找你啊。谈话内容。他明天跟你约哦，明天约啊。OK， 好，高雄巨蛋见啊。好了，高雄巨蛋。还可以跟他对话，那就神了。对，高雄巨蛋等你来。好，开场哦，开场。OK， 好，拜拜。好棒，跟真的一样。他说来开场啊。这一间是我们园区整个的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是王永庆的办公室，他以前就是在这里办公。然后这个是以前。那个经理的位置，这个空间是经理的位置，哎，然后董事长是在里面，他是在里面，这个是真的他在这边办公的位置，这个他就坐在这边，王永庆就坐这边，
王永在就坐这边，王金树是坐这边，他在这边办公也办公了好多年。他的桌子、椅子，还有一个电话，然后这个是公文夹，这个是古时候的公文夹。哎，他甚至的这个是真机哦，所以他离开这边以后，我们也都没有把他对对对，就是把它保留下来。像你给他看这个椅子都已经缝缝补补又三年了，可是我们都还是把它留下来。还有古时候的人都会知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不是，这叫痰盂，古时候的人都会吐痰，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个这个东西。大家好，欢迎海神队来到我们日月思想。那我们今天带你们来体验这个 DIY 的活动。我看你们有选了一些花盆，然后有一些摆设的部分，那都可以做绘画部分。旁边的画架子上面也有一些绘画的参考。那你们待会如果配色上有一点选择性障碍，没有关系，通通都可以参考。有问题也可以问我们。那现在就留给你们自由发挥。有，如果画错了，可以换一个吗？画错了，那你再想办法矫正一下咯，我可以帮忙救你啦。乌龟，因为乌龟可以活很久，长命百岁，因为它没有。不是，是因为我刚好看到比较可爱啦。对啊，没有特别。因为它跟我一样是肉食性动物。我也不知道哎，随机发挥，像在场上一样，球来就打，看到什么就画就对了。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啊，所以一定是蓝色当最底层这样。这个酱料用多少啊？酱料你知道是不是啊？颜料啦。这老师，这颜料用多少？在我印象中，鳄鱼是有点偏绿色，它的头这边就是画一像青苔，然后眼睛这里就红色比较凶，就是看到动物眼睛都会红色的，然后后面就随便画，然后就画一个条纹，然后它的脚咖啡色是随便画。因为我最喜欢的是浅蓝色，蓝色，所以最下面最底层就是蓝色嘛。然后这边有写上阿奎斯，然后这是正面，然后旁边这边是我的号码。大象眼睛为什么打出上面？哈哈，舒服啊，因为控球需要看到很多地方，所以他需要看上面一点。视野要打开。我喜欢海洋，然后是海，也不是只有一个蓝色，所以我画了两个蓝色，因为通常我们去看海过去会有不同的蓝色，所以我用不同的蓝色。然后我也保有原本乌龟的一点绿色，然后脚灰色，因为通常我们去海边玩一玩，脚都会脏，所以我就保有它脚脏的原因。你就来不及画，我没有来不及画，我画很久，我还忘了当黑色画那个边，我脚是故意不画的。然后后面下面有我这个招牌六叔，这个是我那时候第一年被突然说要去签名，我在休息室练了30分钟，练出来的六叔好像也没有比较好。对，虽然是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也蛮有条理的，可能是因为方便他办公啊，所以在自己的卧室排会一个桌子这样，不然现在通常卧室不会有桌子。感想嘛，就是真的蛮震惊的，因为看到那个很多按钮，通常都只会在电影上面看到，连那种就是电影，就是那种电影的那种塔台啊，才会有那么多按钮。所以其实第一个印象看到是像那种在塔台里面就很多按钮啊，然后告知的哪里有问题这样，所以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按钮，不然所以也蛮震惊的，因为像在我们自己球场上看到不会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地方，可以看到很多王氏家族以前的器具啊，工作的东西啊，比较老一辈的电话怎么用过的，什么办公室、房子，我觉得这蛮有故事的。然后这附近有很多吃吃喝喝可以逛的地方，然后还有小孩子可以玩的地方。好，我觉得我下次应该会带我老婆小孩来逛一逛。其实像现在天气蛮好的，所以走起来其实是很舒服的。然后这边有吃的啊，然后也有商品店，所以其实很适合情侣然后家庭旅游这样。然后重点是这边也很好停车，很多草地，所以像刚刚有看到一些柴犬啊，甚至带小朋友来，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点，很像有点像台北的华山的那个景点这样。印象深刻，应该就是吃饭的地方，因为其实他们东西算很好吃，然后价格也不高，然后重点是里面有彩绘，所以其实很适合带小朋友来，然后做一些手工的艺品这样。我会非常推荐大家，因为
我今天自己亲身来体验过，然后发现这边绿地很多，然后天气其实也很舒服。刚听人家说好像这边才刚完工一年，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建筑物其实都算很新，所以来这边走路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轻松很 relax， 所以其实是我也很喜欢的一个点。身为高雄人，我很推荐高雄的乡亲朋友们一起来这边假日的时候可以走走逛逛。也欢迎来到那个我们的昆仲公园的台塑生衣。对，那有没有今天想要找什么商品？洗发精。OK，我也蛮推荐你可以看这个系列的，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是昆仲公园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公司有特别出了一个就是否我们这边的一个限定品的包装，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它每一个系列的包装都非常的一个古色古香，就是很有复古风的一个感觉。对，那尤其我们台塑生衣呢，本身我们是以那个预防医学哈为一个理念，那我们特别结合了我们的长庚医学团队。那因为他是头发用，他如果想要长快一点的，我跟你说，因为他一样吗？因为他本身这个系列里面哈，他就是强调的是强健发根因子之外，因为每个人的头皮会有不同的一个问题点，像有的人可能头皮会容易出油，好，那我们就有特别针对说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控油抗屑的，好，可以就是像尤其像你们可能都在运动，好，常常会可能流汗会有头皮味之类的，好，你们就可以来洗我们这个。店长，请问一下，因为像我们在运动，然后可能肠胃没那么好，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可以推荐改善的，然后跟你们对我们比较有帮助的？好啊，那你可以来试看看我们这一个，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固基，好，它主要的话，好，它除了有补充我们的高蛋白之外，里面它主要是我们的一个专利益生菌，好，可以更帮助高蛋白的一个吸收。那因为我刚好我有泡这个适合的，你可以来喝看看，对，好喝吗？好喝吗？真的蛮浓，蛮好喝的，就是蛮像那种巧克力。只要知道我们抑制放细的人，几乎大部分的人一定都会知道我们的酱汁人参。酱汁人参是我们非常有名的商品，然后因为本身它是我们全国第一家取得护肝抗疲劳的一个就是酱汁人参饮品，它是我们的那个创办人王永庆先生他们的最爱。哎，店长，那我们来这里知道这边是专门在卖些什么？我们这一间的话是我们台塑生衣的那个 Forte 的一个保养品，那因为其实我们台塑生衣来讲话，其实我们是以保养品 Forte 为起家的。如果说以保养品来系列来讲话好，其实我会蛮推荐那个玉润紫仙脂这个系列来讲话，本身它还有添加一些美白的一些好活化因子，所以针对像我们如果说除了抗老之外好，在美白方面也可以做到非常好的。擦了立刻变年轻，立刻变美丽。我想带出给老公，自己需要，我想要自己需要一次。你知道我们很多男生真的，他们擦完真的是带老婆来买。其实蛮推荐大家，可能情侣啊，和一家人，然后带小朋友啊，带宠物啦、啊，来这边走走，因为这里是蛮轻松的，然后其实附近也蛮好停车的，所以蛮推荐大家来这里逛逛、走走的。那这集的塔靠 Tuesday 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哎，弟弟，我可以让你选那个，你觉得哪个比较好看吗？你最喜欢中间那一个？按第二个嘞，按第二个嘞，第二个是乌龟。姐姐可以帮我们选一下吗？谁画的最好看？你最喜欢哪一个？你看，谁画最好？第一名，按第二名嘞，第二名来，第二名，来第三名那个，谢谢。那如果一个送给你的话，你会把哪一个当回家？第二个，第二个。第一名，第二名的。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